好，我没有了，但我会，但我会跳的。谢谢。但我会跳的。对，好，我没有了，但我会，但我会跳的。谢谢。但我会跳的。对。女巫，请闭眼。女巫，请闭眼。你可以开酒，灯吗？好，各位，我们天黑，请闭眼。我肯定错了吧？狼人，我错的话就太请尴睁尬了。眼。我肯定走。狼人，你可以开酒，灯吗？好，各位，我们天黑，请闭眼。我肯定错了吧？狼人，我错的话就太尴尬睁眼。我肯定走。狼人就是被刀了以后，他是有点生气的。没有，没有，你生气了？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生气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哎，他急了，他急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你们怎么刀我那种感觉？真急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能让大家说刀我，刀我。当初就是被刀了以后，他是有点生气的。没有，没有，你生气了？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生气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哎，他急了，他急了。没有，没有。你们怎么刀我那种感觉？真没有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能让大家说刀我，刀我。大家请睁眼。今天晚上你想查验谁的身份？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狼人，他是预言家，请闭眼。我不太会玩这个游戏，但另外聪明玩的自恋大，再给你看看那个音乐。你们这个音乐会玩吗？没过。我这个怎么了？那个，什么？音乐家，对，一般不说。什么？看到没有？说了吗？还说吗？我应该说吗？说，你说说，不然跟随你说什么？跟随你的心。我们直接啊，我这次我那个时候我没说我是预言家，我这次当你们说我应该直接说我是。嗯。因为那是这次我看到一个懒人，然后这个懒人就是周克宇，我昨天检查的是周克宇。哦，漂亮。所以必须那个了。漂亮漂亮。是。真的，周克宇，我看你怎么给你讲，因为他的表情很奇怪。他是狼人，你的表情查了。哦，太可怜了，周克宇。我检查了，我没啥说，因为我只检查他一个。OK， 他是来宾呀。OK， 好，正好到你，正好到你，正好到你。没想到呀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啊，我这个性格呀，怎么办？你要辩解吗？一定要辩解一下的。首先，我想说的是，哦，你们这，我其实没料到，说确实没料到。主要是你像一般这种，我没想到，我们海外的成员其实不太会主动出来跳身份的，所以他的预言家其实在我心中。你真的是预言家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信你。你如果说你查的我是狼，我会相信你。好啊，我觉得你。那你也变相承认自己是？这个不算吧，也不完全算。你以为你自己报自己是狼人，我们就不会把你？好的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谢谢。那我们再来一遍。刚刚过 You had one job. You had one job. 又十二个人，六只。那一个是太太会一上来就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不知道，没想到，其实这叫新手功，而且我在那个角度看他就是很不理解，你笑得很坚定的看着我，哎，你就是狼，老板，而且我在那个角度看他就是很不理解，你笑得很坚定的看着我，哎，你就是狼，老板，好，那么。
那个这样吧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不拉。那你们玩给自己玩，你别不拉拉，要不你说话，别拉拉，不拉不拉。他说可以。谁选？来，快开始。周坤宇选的。开始。这样，我们让赢的组来挑战一下 Only One 怎么样？对，可以啊。你是谁哦？你是谁啊？哦，他是第一名，对不起，他是第一名，对不起。我来，我跪一下，跪一下，跪一下，跪一下。冤家，请睁眼，今天晚上你要查验谁的身份？冤家，请睁眼，今天晚上你要查验谁的身份？我是被就是要走的时候才要反弹。这个我会。哦，我语文是被就是要走的时候才要反弹。这个我会。可能，但我是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我的。可不可？听你们。同事，你昨晚就会。我忘了我玩没玩过狼人。哦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什么你？你不在所以的。我帮你把这